不是，你没啥事老来我家干啥呀？我这不放假了，来找你玩嘛。咱俩有啥好玩的？你没啥事赶紧走啊！我一会儿得上网吧上分去呢。有我这大美女陪着你，你老打什么游戏呀、啊？来，你告诉我你哪儿美？来，我哪儿不美呀、啊？哼，是挺美的啊，那脚也挺臭的。谁你了？其实我今天过来是有事儿求您帮忙的。啥事儿啊？我爸妈出去旅游了，然后我今天出来的急，忘带家钥匙了，现在进不去屋了。不是，那我也不会开锁呀，你出去找个开锁师傅床啥的呗。那开锁师傅多贵呀、啊、那你想让我咋帮你啊？你想让我在这住一晚？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啊，孤男寡女的我太吃亏了。咋的？哎，你放心，我就住沙发上就行。不是，你非得在我这住干啥呀？你出去找个宾馆对付两宿不香吗？不是，花那冤枉钱干啥呀？你就借我沙发用一晚上就行。那沙发借你我用啥呀？做你女朋友。你拉倒吧，我找着对象了，我们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呢。那你有对象也不耽误把沙发借我吧，也求你了。那行吧，沙发我是搬不动了啊，你就在这椅子上面对付一晚上吧，我先回去了。那个早点休息啊，拜拜。又是乐于助人的一天。